吴绮莉付不出女儿学费，泪控成龙一毛不拔17年。哽咽的吴绮莉30日在艺人好友翁晶晶陪同下召开记者会，难道是为了解释这件事？他日前被17岁女儿小龙女吴卓琳指控刑事恐吓而遭逮捕，小龙女甚至说要离开香港，母女关系似乎降到冰点。吴绮莉有什么要说的吗？以嚟系由阿香港出世之前、出世之后，由头到尾系冇攞过成龙一毫子嘅。蔡林嘅校学费嗰阵时系大概17000几，仲要加其他嘅开支，我有使费。我哋系通过一个中间人咧，系曾经试过就睇下蔡林嘅父亲能唔能系提供任何嘅协助。得到嘅答案就系话，任何一毫子都唔好留住我度啦。我做错咗，全世界每个男人都做错咗嘢。成龙承认当年外遇，1999年承认有非婚生女小龙女。忽略了家庭，在我生活中就是如此。常常见不到女儿啊。也曾表示对小龙女心有亏欠，但他还是对母女俩不闻不问。对此，成龙在微博泼出：“哈，竟然是和中国女足队合照，大哥你有事吗？”他仅对媒体表示谢谢两字。娱乐动新闻报道。